弟兄姐妹平安，好，那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那今天早晨我就有一个感动，好，我想和大家来分享哈。当然我也是特别为着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有时候我在服事当中啊，我常常会听见哈，或者我收到很多我们的网络家人的，有时候你给我的讯息或者请我代祷的事情，那有的时候就会讲到一件事，就是。我很忧郁，好，我很忧郁怎么办？我很忧郁怎么办？所以呢，我就在想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面对忧郁的情绪，那特别为什么我们说，那为什么我们会忧郁，而且我们也不喜欢我们忧郁的样子啊？那特别是什么呢？就有的时候我们会面对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忧郁的情绪，或者有的人因为一开始有这个忧郁的情绪，那我们没有注意，或者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因为就是心情不好嘛，常常就是心情不好这样，那就会越来越忧郁哈。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家中有人生病了哈，那可能这个疾病也许是一个重大的疾病，好，所以你就觉得你有一点力不能胜，就每一天看他这样啊，在那边叫啊叫啊哈，那有时候就是会心里很难过哈。像我们自己常常有机会去探访一些比较病重的一些病人哈的一些弟兄姐妹。有时候就看他们在那里叫，好，有时候哼啊痛啊，好，这样有时候真的有些医药也好像也很有限，有时候看到家人很无奈崩溃这样，所以就是都很会忧郁嘛，或者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不好，有时候我们自己身体不好，一个慢性疾病或者是什么，所以我们就觉得怎么都一直不好啊，那还要多久啊，怎么会这样呢，那我的人生难道都一直这样吗，也会产生忧郁，就也会越来越忧郁。当然有时候我们面对孩子，有的人我们有网络家人提到孩子死亡了，去世一个意外或什么，常常想念想想一直想，就是里面很痛苦忧郁。当然也有很多都是因为婚姻的破灭，所以有些时候是也许先生外遇太太外遇这样，所以就造成家庭的破碎，就感觉自己好像一个人被剥一半这样，好，所以就是 很痛苦很忧郁，也没办法好好的上班。好，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因为工作不顺，那就是常常被老板骂或者觉得事情都做不好，所以就失去对自己的自信。好，那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因为没有朋友，过度的孤单，好，等等，这些很多我讲的这些大概就是提到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情绪，好，有些忧郁的情绪。好，那当然有一些是我就是刚刚我提到我们从网络家人我们服侍你的过程，我可以了解你的问题，所以我就在想说今天我想要用这个部分来分享，就是说我们从信仰的角度哈，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忧郁，因为你周围一定有一些人他们有这个忧郁的情绪，或者甚至严重的时候他们可能都已经是忧郁症。那我们不能逃避，我们不能说啊，有时候因为有的人就觉得啊，他们都很负面啊，或者因为我们不太了解，所以有的时候就会逃避，因为觉得不会帮助他们，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好的，因为其实这个时候他们很忧郁，他们其实是需要有协助，就是或者说一个谈话，这个都很好，一个陪伴一个支持，而不是我们就觉得说哎呀很麻烦。那有时候特别是有时候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就觉得就你不要想那么多，还一直想都讲不听。那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我觉得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喜乐人同乐，与哀哭人同哭，所以就是你要能够同理别人的感觉。那这个时代我觉得就是一个忧郁症很泛滥的时代，你会发现他是从年轻，有的人很年轻就非常的忧郁。有一次我们祷告会结束，我就看见我们有一个小孩4岁，他就在会堂后面就大哭，他的爸妈大概就拿他也没办法，我想什么事情哭得这么的凄惨，这样，所以我们就去关怀看这小孩发生什么事。哦，原来很忧郁，为什么呢？不要上学。想说为什么不要上学呢？哦，因为功课很多压力很大，这样。好，真是，我说那就不要上学，我想不上学也没关系嘛，去阿公阿嬷家，阿公阿嬷说不可以，就要去上学，这样。好，所以没地方去，所以小孩在会堂大哭，哇，功课很多，我后来看他的功课，我觉得真的也是太多了，这样。好，那所以总之
我是觉得那个年龄层还有一些国中生哦，你知道看有些学生读书压力课业的压力、哦、那有时候大学、啊、感情的压力啊，很多这些出社会又有工作压力，总之就是很多啦、哦、那重点就在于我要讲就是说有的时候面对这些、这些问题、哦、我们其实应该或者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忧郁的情绪，我们觉得我好忧郁，我心情很不好，一直都很不好，那你要怎么样来面对？那我想今天用短短的时间， 我觉得其实弟兄姐妹，你如果可以在一开始我们还有一点忧郁的情绪，你还没有到一个地步是很严重的状态，就是你已经不是说靠你自己的意志力，哎，我就是、用想正面的事啊，去晒太阳就可以解决，有的时候已经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你不能走到这种地步，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办法说，我们当然说要借助医生的帮助，可是一开始其实都不会这样，因为我在说每一个人都有忧郁的情绪，可是呢，当这个忧郁好像在我们里面有个线，就是当你一直失控，你一直任凭你的情绪，你一直好像、哦、很 down， 一直很下沉，很心情很不好很不好，你在你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你都没有去想过说我要怎么样的赶快起来，那有可能你就会越来越不好。所以呢，我觉得说我们要怎么样面对我们忧郁的情绪，我在说我们都会有忧郁的情绪。你知道以前我就听说、哦、自杀最多就是做师母的，很多做师母都自杀这样子，为什么、当然我也不晓得真假，可是大概我想我可以了解，就是大概是就是很忧郁嘛，压力很大哦，我可以了解，这样有一些读名校、啊、有一些 很有名的大学、啊、自杀率很高、啊、这样子。那所以为什么我就想想说我们人生可以活着，弟兄姐妹很好，我们神可以让我们在地上还可以好好的活着，我觉得是恩典，只是说我们应该怎样的好好来生活。当你忧郁，忧郁没有问题，因为忧郁是一个情绪嘛，那我们人有七情六欲，七情六欲我觉得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会开心，快乐的时候我们会笑，哀伤的时候我们会哭，我觉得这样的情绪是神给我们。耶稣也哭啊，当他看见拉撒路死了，耶稣哭了，当他参加迦南的婚宴，耶稣笑了。那所以 你了解我们会哭会笑都正常，传道书说哭有时笑有时，所以重点是你要怎么样依靠神，我们有主嘛，因为我们有主，我们并不像世人，有的人因为不认识神，所以当他忧郁的时候他就不晓该怎么办，一直喝酒喝酒，或者说吸毒麻痹自己找朋友、哦、那这种我觉得可能短时间有效，但基本上 效果并不是很好，还是要回到根源，就是要我们要来找主。好，所以当你忧郁的时候，我觉得有几个做法你可以做的，就是你可以祷告，你可以 有一些另外的思想，然后来读圣经。当然也许你觉得说、好像我们在教会我们常常听的都是这个，就是对你常常听的这个是这个，可是这个就是很好用嘛，就是很有帮助，如果没有帮助为什么你常常听到？ 不用说某一个教会，几乎每个教会传道人都会这样告诉你，当你忧郁的时候哦、你就是要来祷告，来读经，要有一个另外的思想。也就是说当我们祷告，我也不觉得说我们就觉得有的人就是祷告就要一直的逼自己，就是要祷告出很正面的，当你很软弱的时候我觉得你就是不快乐嘛，那你也不用硬逼的说我要醒了我要醒了我要醒了，我觉得也不需要。但是呢，你可以跟主讲你真实的情况，主我真的很忧郁，我面对、哦、也许 我家人的情况，或者我自己的疾病，或者我儿女的这些 问题，我就是很忧郁， 我不晓得该怎么做，不敢该怎么面对，你就把你很真实的感受就告诉主。我发现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大卫，他有时候很忧郁啊，他被扫罗追杀，那他就跟神讲，我离死不过一步，他觉得快要死了这样子。那他甚至跟主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他提到我现在 我真的情绪也是很不好，我的情况很不 OK， 我就好像在那个死荫的幽谷里，可是他会去思想一件事，就是主你与我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告诉神，主我现在非常的忧郁，我很难过，我非常的担心，很恐惧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未来会怎么办，但是主你与我同在，所以我就不害怕，主你把这个平安赐给我。这个就是我说你可以很真实的把你的感受来告诉神。
然后你一定要去思想神与我们同在。当你一直想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就不一样。我们有一个姐妹，她提到有时候会想到一直想到负面的思想，但是她就会做什么，她就是背圣经，就读圣经，就思想神的话，思想经文，转一个方向。弟兄姐妹，你知道当你转一个方向，你常常就不会陷在那个忧郁的情绪里。真的，有时候医生也会跟我们讲，有的人一些减肥专家有没有，他跟你说，因为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哦，肚子好饿，就一定饿到不得，我就一定不行，我一定要吃东西。好，可是专家就会跟你说什么，他说其实你只要转一个方向，哎，一下子你就忘记你肚子饿了。哎，当然我试过，好像有肚子饿情况当然也不太一样，有时候还是蛮饿的这样。好，但是问题是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挺好，有的人是觉得蛮有用的。可是我觉得在我们的信仰，就是当你思想很负面的时候，你转一个方向，弟兄姐妹，真的你就不会一直觉得好惨好忧郁好痛苦，越想越惨，不会。所以有的时候你就是要转一个方向，当你沮丧的时候，你不知所措，你就是转一个方向来仰望神。主啊，我感谢你，我知道你还是没有丢弃我，你还是非常的爱我，我的人生还是非常的有意义。神，我就是感谢你。就是当我们转一个方向仰望神，弟兄姐妹就会不一样。有一个在英国很知名的诗歌作曲家，他叫做威廉考夫。那他因为妈妈在他六岁的时候就过世，所以这个孩子他的成长就有一点破碎，那而且他就一直有被忧郁所扰。所以后来他长大之后，他还就是在33岁的时候，他还住在精神病院里面住了1年半，他就都很难走出来。可是呢，他也是这样，他的见证里面提到他就是来依靠神。那个时候他还不是一个诗歌作曲家，可是他就依靠神，他就是读圣经。那当然有时候你知道在我们很忧郁的时候读圣经，就是有一句没一句的也是，可是神就是可能透过一句话他就光照我们，他就来释放我们。好，那这个人他就是这样，威廉考夫他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他觉得神的光就光照着他，就释放他。他本来对自己他常常被一些罪恶感压制，所以他活得很痛苦，可是那天他感觉耶稣的宝血洁净他，好，释放他，所以他就从里面得释放。好，所以他不只是出院，而且他的忧郁症真的得到医治。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他就开始写诗歌，创作诗歌。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神如果连这个都不能解决，不能帮助我们，好像说面对我们的忧郁，那真的我们就是太小看我们的神。只是当然有的时候我们除了这个是一开始我讲的，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个根基，你要知道我一定要转向神。那除了这个，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也不是说好像不食人间烟火，就是不管你怎么样，你只要读圣经坐在主的脚前就都会好。所以我相信是会好，可是其实神也给我们一些不同的一些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学习当我们面对忧郁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当你很忧郁的时候，你里面你的心里你当然一定要依靠神，就说在你不能祷告的时候，可是你知道你的心里好像在你心灵的深处你就是知道我还是相信神。所以我觉得我的身体不 OK， 可是我还是相信神。你里面其实是不会背弃神的，只是你的身体有时候就有点软弱，因为我们太忧郁嘛。好，所以你要学习照顾自己。也就是说照顾自己的意思是说你可能开始所以有时候你身上有一些重担，有一些压力，那不管是你家里生病的人啊，或者是你的身体儿女工作，那可是有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就是有一些休闲，就是放松自己。就像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参加婚礼啊，他也跟他最好的朋友常常一起吃饭啊，比方就他常跟拉撒路马大玛利亚这个家是他们常常接待耶稣，我相信他们有美好的团契。所以你也是这样，有时候如果你喜欢动态你可以散步啊跑步都很好，打球。那如果你喜欢静态的就听点音乐，甚至看一些比较蛮一些不错的一些书籍，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你放轻松，我自己觉得都很好。有时候我们在外面走一走，散步走一走，晒晒太阳，想到说太阳也是神所造的嘛，那你就是你会在这样的一个散步的过程中
更多的思想到神的爱，你的心出去走一走，有时候你的心情也是会很不一样。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小孩，他那时候很小，才三岁吧，三岁四岁，他就得了白血病，血癌，这样白血病很小。那那时候在台大在做治疗的时候，我们去看他，我就一直记得那时候他妈妈抱着他，那小孩嘴巴一直喊着说出去走走，出去走走，出去走走，这样。好，所以你知道不喜欢被关在一个好像一个房子里面。所以有时候特别有时候我们的家也不大，有时候房子很有限，几平啊，20平15平，这种有时候很狭窄。你在一个很狭窄的空间，说真的有时候我们也是会闷得慌。所以出去走一走，看看蓝天，看看这个绿树，我觉得我们的心情会不一样。甚至有时候我们就跟朋友，基督徒的朋友啊，或者你的家人，我们就一起去逛逛街，一起吃个饭，我觉得都很好。圣经上说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就是说当你非常的忧郁的时候，你有时候你也要告诉你旁边的人，我今天情绪不是很好，我好像有点太忧郁，太负面，也许我们聊一聊，或者我们去吃个饭，或者 你陪我们这个，我觉得你可以讲，你不要觉得说我会怕麻烦别人，你自己的身体也很重要啊，而且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一定很关心你，他们也很乐意在你觉得比较有重担的时候好像成为你的支持，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就像我们很多网络家人，有时候你就会写很长的信或者讯息给我，让我知道说你的困难你的问题，那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扶持你，我觉得这个其实都很好。就是你要说一说，那而且你不要把自己好像封闭住，出来走一走，我觉得都很好。主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与其你一天到每整天你都想我要克服我的忧郁症，我要克服我的忧郁的情绪，你不如好好的过好今天就好。有的人就一直说我一定要，我知道你很想赶快得胜，因为有时候忧郁的情绪在我们身上，我们自己不舒服，我们也不喜欢我们这样的一个样子，有时候动不动我们就会不自觉就哭，我们也好像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动力，也不想起床，很多这样的事情。可是你知道你一直想我要克服，这个是好的，但是问题是你无形你会给自己好大的压力，所以你就不要想这些。主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所以我们就学习活在把握现在，活在今天，然后 明天是在说嘛，当你好好的今天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弟兄姐妹你就会发现你就轻松很多。可是因为你知道当你一直想要克服这个忧郁的情绪，可是你忧郁的情绪或者忧郁症，你知道有的时候是因为 你生病的家人嘛所带给你的影响，那他的 生病也不会立刻好，那他不好 那难道你也跟着他垮吗？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有些事情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所以你要学习就是不要一直想我要立刻解决这事，你就想活在现在每一天我要倚靠主的恩典那当我软弱的时候我要再起来就是想我就是一天把握每一个今天好好活着，就怎么这样子就好。有的时候我有时候我会想说我要讲一辈子的道我就突然之间我就会觉得我压力很大，我一辈子有多长万一我活到90岁万一还可以更长寿的话，哇那一辈子有多长，我想 那一个礼拜几堂道，然后哇这样算一算，哇那很可怕，那种压力就排山倒海的而来。好，那我想有时候会想有那么多可以讲吗，压力就很大。好，可是当我开始想说我只要一个礼拜来过一个礼拜预备这些就这样子就这样讲这几个就好了讲这几个这样好，那 我觉得压力就不会那么大。而且事实上有时候回头看就我现在这个年龄来看我也讲了超过半辈子的道了，所以神也是完成了他的工作，所以未来仍然要继续的信靠神的恩典。所以您也是这样子，就是活在现在，那就是不要去想太多。当你想太多，想很远的未来，那个压力是很可怕的有时候那个压力真的会催逼着人真的就快死了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当然你还是我在说，
当我们有的时候有这样忧郁的情绪，你知道当忧郁的情绪或忧郁症来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有个问题，就是你什么都不想做。有时候我们可以一窝在床上窝一整天呢，或者就把自己就是放在沙发上面，那或者说你看电视也没在看，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干嘛，每一天，可是一天一天过，那你自己觉得你活得好像很颓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也不要这样子过生活，因为这样子当然我可以了解，因为有时候很忧郁嘛，那有时候就提不起劲来，这个是可以了解。所以你应该做什么？你还是可以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比方我今天我要倒垃圾，好，我就倒了，这个也是一个目标，或者说我今天要为我的家人煮一餐晚餐，或者我今天决定我要去公园散步30分钟，这个就是目标。那我觉得当你设定一个目标，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这样子让你有事做，你不会一直觉得我就一直好像就一直躺在那里，或者我一直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你给自己设立一个简单的目标，不要设立太难的目标。我下个礼拜我的忧郁症要立刻好得到医治，我要立刻停止服药，那你会很挫败。好，所以呢，基本上我觉得不要这样子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好，就像我刚刚说的，设立一个简单的目标，我今天为我的家人做一个晚餐，或者我今天我要去书局，我要去买一本好书。好，我觉得都很好。就是学习，我们在主的里面跟主一起经过你最软弱的过程。为什么保罗说我最软弱的时候是我最刚，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强壮了，意思就是我最软弱的时候就是我最刚强的时候，也就是说我最软弱的时候就是我最倚靠神的时刻，因为我没有办法倚靠我自己，我就是觉得我就是很忧郁，我没有办法。可是当你这样子一小步一小步的走，小步小步的这样子来面对你的问题，弟兄姐妹就会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有一个独居老人，她的丈夫去世以后，那她自己有好几个孩子，可是孩子都也没有管她，孩子大了他们就走过自己的生活。有时候为什么有时候长辈会忧郁，很多长辈会忧郁症，这样就是因为孩子都不在旁边，孩子也不太顾念他们的需要，有时候想跟孩子讲两句话，我很忙，或者也不接你电话。所以有时候我们里面就是常会觉得，有时候越老有的人就会越很孤单，那个孤单会觉得很难受，就胡思乱想，那就觉得哎呦老伴又不在旁边，所以有时候就会 很困难。那这个老太太也是这样，可是她做什么，她有一天她想，她觉得说我不要这样，我不要一直忧郁下去，我的人生我也不要寄望在我儿女的身上，她就去医院做志工。好，那每一天呢安排自己，也没有很长的时间嘛，一开始就是因为一开始他太长时间他也没办法，可一开始也许比较短的时间，好，几个小时，后来半天，然后再慢慢再长一点。好，那就是陪在做志工，甚至在有的时候还会去社会局，就是参与就是独居老人的探访这样子。好，那所以他就利用这个方式他来战胜他的忧郁。弟兄姐妹，真的当你的眼光你有时候你更多走出来，有时候你来教会多来聚会也很好，就是走出来。那或者说有时候当你开始给予去服侍的时候，你的里面就不会那么哀伤，你的里面就不会好像一直被这个好像这个负面的情绪给抓住，真的。所以有时候我记得以前我们的创办人荣教师他提到，当他觉得他比较忧郁的时候，比较里面好像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去做什么，他说他就去探访。好，当他去探访的时候去关心别人，那自己就会比较多上来。所以我觉得当你把你的目光放在别人身上，我们去帮助别人，就这边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人就好多了。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不然你一直把自己宅在家里，我觉得这个对你不好。当然我可以了解有的时候因为太忧郁你真的走不出来，可是你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至少每一天走出来30分钟都好，甚至出来倒个垃圾我觉得都好。好，那千万不要就一直的宅在那里，因为你会越不动越走不出来就是你不要走出来你就越走不出来。好，这样，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留意。当有的时候你知道你也可以你给自己一些奖励，当你今天觉得我战胜了我的这个忧郁，好，比方 我起床，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情绪很不好的时候，我们甚至有忧郁症缠身的时候，我们连起床都很困难，可是今天你起来了，那就感谢神，主啊我今天起来了我们就这是一个得胜的时刻，
或者今天你跟你的朋友有一个很好的对话。你知道有的时候当我们很忧郁的时候，我们就很懒得跟人家讲话，我们有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想讲，那可是今天你跟你的朋友有一个这样的好的对话，甚至早上起来你 QT 了，哦，你灵修了，你读圣经，你都应该给自己一个掌声啊！我今天做的这是真好啊！也许今天出去吃一个好一点的早餐，或者去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来犒赏自己，感谢神，主啊，我这样子 我有一点小小的得胜，这个都很好。好，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当你觉得你有些忧郁的时候，你也可以做，好，做什么呢？有的人呢，他们就会画画。你知道我们有网络家人，他们是用画画来做内心的医治，好，这样的一个工作，好，来帮助人。好，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心情不好，有的人有这种绘画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兴趣，你随便画都好啊，你就画一画，哦，画出，有的人会画出他们的心情。以前有一个姐妹，她就是画给我看，她就讲到她的情绪，可是呢她感受到耶稣把她抱在怀中，她就画耶稣跟她，耶稣把她抱在怀中的这个画，啊，给我看这样子。或者是有一次是耶稣把她，啊，就一个大手，然后她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这样这都很好，就是表达你的心情，哦，那你会当你这样做，有时候你也会快乐很多。或者有的人就写日记，你知道书写，哦，写文章写日记，写出你的心情，把它感受写出来，我觉得也很有用，也蛮能够带走我们的悲伤。我想到，啊，很多年前的时候我爸爸去世，哦，那我爸爸不是我，一般来讲我自己会比较觉得说有的人年老这样慢慢的生病那就走了，那种因为家人比较容易有心理预备，比较我觉得比较能够，当然也是伤痛，可是因为有预备就比较不会说好像过度的觉得很难承受。我觉得最难承受就是突然来的意外，有的人车祸走了，或者突然一些什么状况走了。那我爸爸就是这样，那一天晚上他可能就是心脏嘛，我想我自己觉得可能是心肌梗塞这样子，所以呢他就走了，半夜 就走了，所以我也来不及，我是半夜接到我妈的电话这样，所以呢，就也来不及看他最后一面。当然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也可以觉得，我爸爸走的也很安详，也没有受什么苦这样，所以我也觉得，也是 很有恩典有福气了。但是呢，可是从，做儿女的角度来看，当然也是很伤痛嘛，因为也来不及道别，然后好像感觉说，可以做的该做的很多也还没做，那爸爸就这样走，就心里也是很难过。那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记得常常有时候就刻意不要想，可是你不想有时候眼泪也是掉下来，就是也是蛮难受的。所以后来，我就想不行，不能一直这样子太哀伤，所以我想我该怎么办。当然我也是祷告，可是祷告是一件事，哀伤伤痛那个痛还是在心里嘛，哈。所以后来我就想，我可以写，我就写了一个，就是，我用了3天的时间，我就写，就常常没，当然不是整天写，就是想到我就写，想到我就写，花了3天，想到写一些我觉得我记忆中的爸爸，哈，爸爸跟我他所为我们付出的，或者说我们曾经爸爸在这个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跟爸爸的相处，哈，这些啊，在我所记得，我就要写写写。我总感觉当我写完以后，我的心情，我觉得我好像就平静很多，就不会一直好像停留在那样的一个痛苦里。弟兄姐妹，是，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的忧郁就是因为失去了所爱的孩子或者家人，丈夫 妻子，所以有时候很痛苦，有时候那个痛苦几年都走不出来这样。但是呢，你要尝试，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知道他们已经去主那里了，但是活着的人要好好生活。如果我们在地上，如果我们因为我们所爱的人离世或什么，我们因为这样我们自己活得很就是很伤心身体也不好，我想我们的家人，你在天上的家人大概也是会替你很担心嘛，哈。那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你可以用这些方式，哈。那反正你自己像写日记一样，人家也不会太管你写的好不好，你就写给你自己看，好，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我觉得都很好。你会发现，其实对你也是会很有帮助。所以不管是画画、写文章啊，或者写日记，我觉得都会有帮助。当然，我在说，有的时候有的人，如果你真的觉得还是很难，我会觉得说
你也可以寻找专业帮助，好，比方 有很好的基督教的基督徒的这个心理咨商师或者牧师，好，我觉得都很好，甚至有一些比较成熟属灵的这些基督徒，我觉得都很好，好，就是有时候就是讲一讲，好，讲一讲，也许他们可以就着他们对神的认识，对你的认识，好，那他们可以帮助你，当然你要信赖他了，信赖他你才可以把你最真实的感受，你知道他会接纳我，他也不会笑我，哦，那这样子，哦，那 你可以表达你心里的痛苦，哦，那有一点諮商，那 我相信諮商是一个工具，哦，那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彼此可以传递神的美好跟盼望，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说你需要，你不想随便找一个人，有时候跟人家讲，人家说你感觉他也不懂，然后他就讲一些一大堆有的没有，让你觉得压力更大，这样子好像二次的伤害，那你就不想跟他讲，那没关系，那你就找一些像我说的不管是諮商或者是教会比较你觉得，哎，他的生命比较成熟，哦，他也接纳你，或者牧者，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方法是我们可以做的。当然有的时候最后我想提到说，当然因为我们面对忧郁或如果是忧郁的情绪， 我在说还好，有时候像我刚刚说，你借由画画啦、写作啦，或者运动啊、散步啊、吃美食，可能对你都有一点帮助。跟人家讲一讲话，哎，可能你就比较没那么忧郁。但是我要讲的就是，有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因为忧郁症哦，它不仅是一个悲伤的感受，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大脑神经传导已经故障了，就是有时候你不是你靠这些方式你都会好，好像说我去跟人家諮商哦，聊一聊。运动我就会好，不是，那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是需要，就是要去看医生，好，就是就着专业的帮助，好，来对你有些治疗，就好像糖尿病患他需要服用胰岛素，好，所以有的时候忧郁症患者也需要服用一些药物，因为有一些不是你做的不好，而是你的身体是生理的状态，好，所以呢，有的时候那我们身体的状态不是说我要靠我努力你就一定会好，那个身体的状况有的时候借由一些药物，那医生会看你的状况，那 来帮助你，而且有的时候有的人都会比较不喜欢服用药物，会担心说哦，这是一辈子或什么，其实也不一定，如果你只是短暂的忧郁，那基本上有的时候，哎，好情况好一点也会停药，而且有的人就是说，哦，可是有时候吃药会有很多副作用什么，那不 OK 的时候你都可以跟医生讲，有时候是药物的状况让你不舒服，医生就给你改药，就说有时候当你真的有时候你发现我已经试过好多方法可是我还是非常的忧郁，我真的起不来，那我真的会鼓励你就医，至少短暂让你的身体，我再说可能那个时候不完全是你心理的状态，你的心理已经觉得我要这样，我要倚靠神，或者哎，你都已经做了，可是身体像我刚刚说的有些东西就缺少一些东西，可能借着药物来帮助我们，而且让你可以睡得比较好。很多忧郁症患者或者太忧郁情绪的人，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几乎都不太能够睡，很难睡得着或睡得很浅这样。那所以有的时候借由一点药物来帮助你睡觉，那也很好。那当你睡觉或者吃一些这样的药物，它是修复你的神经，让当身体好的神经被恢复，哎，你自然也不用说好像靠着这些药物，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也许是比较早期或者有的人的传说也不一定是真的，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而且你有主嘛，所以你要知道我可以信靠神，那这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但是我会鼓励你这样做，不要说本来还很好治疗的你一直耽误反而会很严重，那我觉得对你就是比较不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也是要了解要这样来陪伴我们旁边有忧郁情绪的人，千万不要只是告诉我们要依靠主就好，依靠主就好，因为有的时候他没有不依靠主，可是有的时候是有一些身体的状况，所以你要很智慧的那很技巧的就是来了解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才会对一个人有真正的帮助。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孩子，神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神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快乐的，只是这个世界啊，真的带给我们太多的悲伤，有些人给我们的冒犯伤害真的有时候让我们的就是别人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对待错待
害得我们自己的身体好像生病了，可是你不要这样子想，因为你一定要好起来，那神希望你好起来，你是神的孩子，那所以神一定会特别的看顾你，保护你，所以你要知道你是神的孩子，那神会保守你，然后来倚靠神，不要一直在忧郁的情绪当中，好像觉得都没有人爱你，没有人关心你，就陷在其中，千万不要，因为神爱你，神真的关心你，他为你的一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你要好好的生活，让你这个人可以更加的这样强壮起来，你会发现神为你预备的人生还是非常的美好，当你快乐的时候，你看很多事情也会不一样，好不好？所以求神用他的话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来唱这首《神的孩子》，以后请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